关于第三世多劫枪佛佛号的说明，2008年4月3日，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《多劫枪佛第三世纪实》一书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。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，自此人们才知道，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易云高大师、杨乐益西诺布大法王，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、大活佛行文认证，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劫枪佛的第三世降世，佛号为第三世多劫枪佛。从此人们就以南无第三世多劫枪佛来称呼了。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起名号为悉达多太子，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无第三世多劫枪佛。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，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，正式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三世多劫枪佛，即 HH 第三世多劫枪佛。从此，南无第三世多劫枪佛的称谓已定性，而且第三世多劫枪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。以前的易云高汉大师、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，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三世多劫枪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。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，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，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三世多劫枪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。但大家要清楚，除 HH 第三世多劫枪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，在为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。